我们要赶一个小时后回国的飞机，把搜集到的证据交给警察。啊，还有一件事，文熙，制造你姐姐车祸的好像不是林。什么意思？阿任刚刚查到了管理员 B 的身份，不是他。我们现在飞机。徐哲卿已经死了，这回你可以好好的跟凌渊在一起了。疯子，你想干什么？你不是一直喜欢扮演失忆的温好吗？你这回就演一辈子吧。叫医生进来，可以做脑立体定向手术了，这下你可以真的失忆了。辛苦医生。文熙，你现在怎么不挣扎了？
本市的知名案件万青文化诈骗案得以重新审理。聚集团董事长林德昌曾以万青文化法人于万青的名义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此事件是以半年前 G 某个财务突然死亡为起点，引发出 G 洗钱、非法交易等内幕，案件将在下月进行审理。姐姐，我好想你啊。喂，哦，没错，我们正在招顾问，没有经验也可以，大学生也行啊。哦，喂，喂，为什么没有人愿意陪创业公司成长啊？还不是因为咱们穷。HR 小姐姐在吗？我来应聘。曲折先开了就想来找我了？姐姐，我性价比很高的，我可以当保镖，还有网站修电脑，还可以当保洁当家政，最重要的是我还会调酒。哦，目前都不缺，我只需要一个法律顾问。法律顾问，我得找个帮凶啊，不对，帮手。曲哲青，快递让我取就算了，还偷懒。我不是受伤了吗？少扯，都几个月了，你当我傻啊？那我那么长时间不做那些危险的事情，我这身体肯定不行啊。哦，身体不行了，我等。不行，我得证明一下。不是那个意思。先拆快递。In the dark.